德阁下相助，我等阻止了袁术的暴行，还解救了刘荆州。但是在战乱之中，刘荆州丢失了珍贵的典籍，不知阁下可愿在返程之前与卑一同前往寻找。为刘荆州一时保管典籍之人似乎已遭毒手，牢中却不见遗体。妾身查到这附近有一乱葬岗，或许能有所发现。你长得帅，俺对你有信心。又是妖孽，可那袁术不是已成种中枯骨？妾身等的就是您一声令下。您一声令下。真等的就是您一声令下。
刘荆州向来以清廉贤能闻名，他当年单骑而入，平定叛乱，令荆州成为一方乐土。如今我们救出了他，荆州定能恢复昔日之繁华。调查一下，此处还需谨慎前行。很好，妾身等的就是您一声令下。妾身等的就是您一声令下。来给他露两手。
着他露两手。很好，妾身等的就是您一声令下。这阵容感觉稳了呀。抱歉了，我一向不懂如何手下留情。不懂如何手下留情。很好，妾身等的就是您一声令下。抱歉了，我一向不懂如何手下留情。抱歉了，我一向不懂如何手下留情。就是您一声令下。抱歉了，我一向不懂如何手下留情。
抱歉了，我一向不懂如何手下留情。妾身等的就是您一声令下。抱歉了，我一向不懂如何手下留情。与如此侠客同行，实乃人生乐事。抱歉了，我一向不懂如何手下留情。树之剑，便是阁下之剑。抱歉了。我一向不懂如何手下留情。抱歉了，我一向不懂如何手下留情。徐庶之剑，便是阁下之剑。徐庶之剑，便是阁下之剑。
Thank you.